开箱三，迷你吸尘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来开箱，这玩意。它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推乱吸尘机，迷你吸尘机，迷你吸尘机，开箱。吸尘机哦，这刚刚它还有能装这种小小子，可以吸这种小小子。一只小小子的吸尘机，好像是在吹风筒。一个它的吸力好像也蛮大的哦。它的大小就好像你一粒电话这样一样的大小而已，方便携带，放在车上也非常方便。太肮脏了吧，想要系车上又不想用 wire 那么麻烦，可以考虑这架，小小架，方便使用，无线。电能量是2000。加上这只比较好吸，这个就是吸出来的灰尘。